主料，冷面300克，青椒50克，五花肉30克，辣白菜20克，辅料，白醋，白糖，酱油，蒜，黄瓜40克，香油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冷面泡20分钟，放锅中煮，煮大约6到8分钟，捞出放入凉水中，多放几次凉水。辣椒，五花肉切碎，为了让肉味更好，加了这个蓝的调料，炒熟。准备冷面汤，放盐、白醋、香油、蒜末、黄瓜丝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烹饪技巧，放苹果醋比白醋口味好一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